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2022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来看看来，还要看时间呢。1、2、3，口罩脱掉好了。帮我拿呀！我只允许你拍我背面。好，再来哟，开始。还是可以，可是可以转过来一点吗？因为光在这边。对哦，对。好，来再来一张正面双手二头肌。对，这边手。这很会下指令的哈！我靠，比裁判还强。OK， 然后动态的话，你会抖就不出来。其实陈克不会讲这句话、我觉得你要，陈克不会讲这句话、纯粹为了蹭冠军、蹭粉丝。好，再来。哇，超帅的。好 ，OK， 我好了。再一个。再一个。哎，我怎么站起来就倒了？你要排队啊。好，你应该叫吴明俊嘛？对。刚才你拿到总冠军古典的部分，你刚感反应是？就是觉得很开心。第一次拿到总冠军吗？对啊，第一次拿到总冠军。所以之前都没有？这也没有。今天是参加哪个项目呢？今天是参加古典跟健美。今天是古典跟健美。对。那健体怎么没有参加呢？因为我觉得健体我上半身还不够大只。去年的广鸟台健你有参加吗？对，有。那当时表现如何？还行，台健还行。台健，我只有参加台健而已。只有台健。那台健最后拿到什么名次呢？拿到这个公开组，公开组的话是第二名，然后青少年是第一名，然后古典是第一名，然后最后是青少年全场总冠军第一名。所以你都拿到前二的成绩哦？前三名、前二名这样。怎么会喜欢健身呢？就是有兴趣啊，有兴趣接触到这样子。那可是有很多运动项目，怎么会接触到健身的？比较不用那么暴力血腥，就是因为打篮球太竞技类了。有本事，有本事，真的好，本事乱录耶！来这边，二三，人家大兵白，丁先生，丁先生，你的口罩，敷衍哦，三，他脱衣服，好，脱衣服，不要裤子，好，再来换一个角度，值得啦，好，值得给你，人家腿那么厉害，你一定要拍人家，不得了哦，这腿，拍到180。哦，不得了，够了、哦、啊！好，身高不是重点，身材才壮才是重点吧？哦，够了、哦，耶、yeah, ，辛苦了。好，你刚是拿到冠军吗？对。那自己觉得表现如何？一般，还行啊，没有到很好。哦，还要继续加油。继续加油了。来，我们要什么时候合照？你想什么时候可以上去？